呢個唔係煮豆燃豆機嘅問題啊，呢個係一鍋熟嘅問題啊。如果上年嗰個嘅教會普查，你都應該睇到過去嗰五年嘅香港教會嘅年輕人流失得真係好嚴重㗎。你唔好喐手啊！唔好喐手，唔係我問題。你報警，你報警，唔應該。我哋報警啦，你報警處先報嚟㗎。你唔俾人入你私人地方啊？而家你而家報警處理，你唔應該整恐人㗎。OK， 我哋已經報警㗎啦。你報警，你唔好再恐人啦嚇。不公義嘅制度啊！公平應該只有地獄先有嘛！公平公義名存實喎。頭先你講到話嗰個會員大會決定咗係抽籤，但係而家個抽籤變咗乜嘢啊？變咗大圍標嘅抽籤，變咗篩選嘅抽籤，變咗小圈子嘅抽籤，發生咩事啊？有冇經過諮詢啊？你講咁多諮詢，有冇經過諮詢？你講拒絕盲目跟從，堅持聖經公義。呢度係門徒公義。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咁第二节咧，我哋讲翻啲基督教嘅话题啦。咁每年一度嘅港九培灵研经会咧，下个月八月一号至十号又举行啦。又举行？又举行喎。咁港九培灵研经会，咦，原来今年系第九十届喎。哇，好耐啦，第九十届啦，真系。又系城浸搞啦。系啊，九龙城浸信会搞啦，又系。冇错啦 ，Eric 有冇去过啊？有啊，你讲下。我讲啊，边届你边届去啊？边届我一定唔记得噶啦。咁我初信冇耐啦，咁就我直头系去九龙城浸信会啦。你初信冇耐系讲紧十几年之前嘅事。系啊，十几年之前嘅事。咁啊，即系我嗰届我最记得嗰个讲者系温伟耀啦。嗯。咁我嗰次就真系嗰次温伟耀竟然呼召啊！嗯，咁呼召即系你愿意将自己交俾神嘅咁样，咁我从来啲呼召系唔会出现嘅，唯独嗰次嘅呼召我系供咗上去，我坐楼上行到落地下台前咁去俾人呼召咁样，系啊，啊，于是就缺咗字啦，系咪啊？于是系啦，于是就俾神呼召咗，呼召咗啦。咁 Oreo 咧，你边届去啊？你我系前两年度啊，一六年啊，嗯，但系我唔记得咗讲者系边个。总之我系去粉有一晚嘅粉兴会嚟嘅，嗯，但系实唔粉兴，唔粉兴，我哋几得意喎。嗱，我记得讲者记得约幕内容咁样，咁但系阿 Oreo 又唔记得讲者，但系记得介绍嘅。系个感觉就系唔记得咗唔粉兴嘅，系啊，唔粉兴一个粉兴会。我就几年之前去过一次，咁就亲自去到城浸嘅，咁，同样都系唔记得咗究竟边个主讲嘅。咁佢嗰时有门徒未嘅先？未有，超过三年噶啦，超过三年噶啦，应该系2014年或再之前噶啦，应该系，嗯，系啦，咁啊。但嗰时候啊，我个感觉啦，佢所讲嘅嘢咧，其实几时讲都得嘅。哇，几时讲都得嘅，系啦，即系啲好永恒嘅嘢嘅，即系基督教啦，好永恒嘅，系啊，好基督教嘅嘢嘅，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讲一讲，介绍一下呢个港九培灵研经会先啦。咁头先提过啦，今届第几届啊？九十啊，第九十届啊，几时举行啊？八月一至八月十。好啊，今届有啲咩讲员呢？哦，今届可以讲下嘅，咁有三个讲员啦，咁，都系嚟自海外嘅教会嘅。咁第一个就系，基督中工人神学院院长吕少昌牧师，咁佢就会负责研经会嗰一部分嘅。咁，而三一神学院新约教授及系主任鲍维军牧师咧，就会负责讲道会啦。啊，鲍维军比较出名啲啦，呢个就。最后咧就有。最后就是，世界华啊，你执入鲍维军讲新约，你执入讲新约啊，你系咪啊？唔系啊，我唔系执入，唔系啊嘛，唔系你讲清楚喎。新约我有机会可能想去听咁样啫。哦，好好啲。哦，讲埋最后先，最后就是，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陈世音牧师，咁就负责，夜晚嘅粉兴会嗰部分嘅。哦，依家听到总干事呢个名都有少少，觉得唔系咁好咁样添。哎，你又想起啲咩嘢嘢啊？梗系谂起呢一个浸联啦。哦，唔系个个都系咁嘅，唔系个个都系咁嘅，真系上纲上线啫。系啊，你谂太多啦，真系谂太多啦。咁啊，问翻你先啦 ，Oreo， 今届咩嘢主题啊？
今届是、叫做荣耀的人生、啊、哦，荣耀的人生，荣耀的人生系啦。咁佢除咗喺城镇举行之外，系咪仲有啲转播啊？嘛，有啊，但系好多转播点嘅，讲唔晒，讲唔晒。而除咗香港之外，喺海外嘅其实都有呢个嘅直播系嘛？有啊，有啊。例如话喺东南亚嘅国家啦，有北美啊、欧洲澳洲啊，或者系纽约都有嘅。咁总之系超过80个转播点系。直播或者系转播咁样咯。啊，考下你啊，知唔知每年有几多人去出席咧？人次我冇计过、哦。你指香港定系咩？系咯，你讲香港。香港真系冇睇过、啊。香港就每年平均有超过20万人次嘅讲紧。哇！点样计到20万先？因为佢有十日啊嘛。系啊系啊。咁佢仲有唔同场次啊嘛。系啊系啊。咁佢咁样计法咯，累积即成个活动成个咯，人次计咯。咁而上屆2017年講緊係創咗新高，有成260000人次噶嘛？即係2017年。係啊，你知260000嗰個咩嘅概念啊？嗱、嗯，啱啱上年舉行完嗰個嘅福音盛會，總入場人次就講緊100000松啲。嗯。咁260000講緊兩場嘅主外林香江仲要多嘅。哦。係，你可以想象到呢個嘅聚會其實有幾多人出席咯，真係。去年我印象最深刻，你知唔知咩啊？系咩啊？啲诗歌好难听，唱得唔系呢啲诶，蒲灵，我多数都系啲旧到不得了嘅诗歌嚟噶。我谂唔系新旧咯，我觉得系个演绎问题咯。系咩？佢唱乜嘢？系咪嗰啲咩怨啊？复兴我的灵火啊？啊，咁上下嚟嘅应该唔系啊，即系一啲应该系用普通话写成嘅诗歌，不过用广东话嚟唱咁样，即系一个唔小心你会听到粗口嗰啲咁上下啦。吓，咁普通话写成咪普通话唱咯？点解佢用广东话唱啊？要我唔知旧系咁嘅。哦，真系创新啊！我觉得系咁样咋吓，即系总之我听都唔啱音啦。正常嘅，呢啲位好多噶。真系真系，你咁样讲啲人唔做，上年旧嗰年系我听到毛骨悚然啊！听到唔系好想唱，其实真系唔系好舒服啊。系喎，呢个题目我目测系冇人跟住唱嘅。咁你要观察都几细腻啊！因为我系做 helper 啊嘛。哦，做 helper 咁样，咁受到上年真系好多人啊，有成20几万人啊。都多啊！我旧年喺我哋教会系一个转播场地啦，咁、嗯。我就淨係負責夜晚七點幾嘅嗰場啦，爆曬㗎，即係粉興活係晚場應該爆嘅，如果晚場都唔爆就好恐怖㗎啦。係啦，咁另外一個除咗詩歌難聽之外嘅話，咁我聽嘅嗰個講者就係阿曾金發恩，曾金發新加坡嗰位係啦，咁就。我就觉得佢相当之呢一个幸福音咯，系佢教会喺当地都好大噶嘛，成功神学嘅影子都几多啦。所以我今次真系应该要炒翻、嗯，我做一啲咁多 notes 嘅当时，系、嗯、啦，系啊，曾金发因为佢嗰间教会都系非常之兴旺嘅、嗯，所以近呢两年好多即系本地香港嘅教会都会请佢嚟佢哋嘅堂会去分享经验咯。好似我教会咁，其实好似前年我记得系嗰个嘅我哋教会培灵会都系请咗曾金发做呢个嘅培灵会嘅讲员啦。嗯，所以个讲者佢讲得好动听咯，咁但系内容就相当之空洞下咯。嗯，一个好客观嘅观察啊，真系。嗯，好啦，咁我讲下啲历史先啦。咁其实呢个所谓港九培研经培灵会咧，讲紧首先喺1927年举行噶噃。咁佢首先喺廣州7月嗰時候舉行啦，咁8月嗰陣時候咧，佢就再喺香港舉行咁樣嘅。咁直到成立嘅初期咧，咁變咗每一年嘅培靈會，首先7月就喺廣州舉行，然之後8月咧就喺香港舉行咁樣啦。咁一路咧就係去到呢個嘅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先停辦過嘅啫。咁打完仗之後咧，就開始再恢復舉行咁樣嘅。咁恢復舉行之後咧，咁呢個培靈會就有啲唔同咗噃。嗯，佢就每一年咧，就例如今年假如喺香港島舉行嘅時候咧，咁下一年咧就喺九龍舉行啦。咁再出年咧就去翻香港岛，唔系新界，唔系新界，新界就再去翻香港岛举行，即系香港岛九龙，香港岛九龙咁样轮流举行咯。新西新东啲人应该要抗议紧啦，真系惨。咁所以咧先有个名叫港九培灵研经会，个名就系咁样嚟噶啦。系啦，如果连埋新界咧，可能就叫做港九新界培灵研经大会。
唔系咁叫香港培灵研基会咪得咯？讲够新加坡咪讲成个香港咯？点解要咁样？哦，系咪？因为唔去南丫岛，又唔去南山，南丫岛都系新界嚟噶。地岛培经，南丫岛都系新界嚟噶，使乜咁麻烦咧？举个名。哦，系，我唔啱。系啦，个名就系咁样嚟噶啦。咁而讲紧佢，其实每一年咧，因为举行十日咁多嘛，咁佢、啊、每日嗰个长斜啫嘛，朝头早，跟住晏昼到夜晚。系啦，咁所以讲紧系起码都超过200,000总人次嘅，咁而上年系讲紧创咗新高啦，即系去到260,000人次咁样。我想问260,000计唔计即系嗰啲 helper 嗰啲 worker 咁样噶？我谂应该计埋嘅，应该计埋嘅系。哇！咁就算你唔计嗰啲，我谂10,000-20,000点都有嘅。O、okay. K， 即系等于福音盛会啫嘛，福音盛会都计埋啲咩诗班啊、诗事啊，计埋嗰啲噶啦，咁先有100,000啫嘛。我有少少问题想问，嗱，俾你拣啦，你宁愿要福音盛会定系要培灵研经大会咧？啊，你呢个问题真系佢可以存在，但我可以唔去噶嘛？呢个陷阱嚟啊！唔系佢可以存在，但我可以唔去。唔系，我会拣翻宁愿有呢个港九培灵研经会，一阵间我会解释点解嘅。嗯，系啦，嗱，所以继续讲翻历史先咁样啦。咁而呢个港九培灵研经会讲紧，你知唔知其实嗰个开支咧，其实都多噶。我查翻个历史，嚟今届啦，即系第九十届咧，讲紧嗰个开支嘅预算咧，系讲紧688,000噶嘛？688,000，你知唔知大用喺边咧？嗱，佢就冇 breakdown 嘅，通常呢啲你如果細心揾，可能會揾到個 breakdown 啦。但講緊呢個數字其實大嘅喎，你知啊？例如上年福音盛會講緊個總開支係講緊1,900,000+啦，即係未到2,000,000啦。即係其實講緊呢個數字係差唔多籌辦整個福音盛會嘅1/3左右嘅噃，都係都大㗎，真係。咁而其實近年對於港九培靈研經會咧嗰個嘅大家講得最多的問題就是講緊佢老化啦，同埋即係嗰個信息係離地啊，即係例如頭先阿 Oreo 提過啦，啲港員好多其實都唔係本地嘅，粉興都唔粉興啊嘛，可能咁啱我場係咁咯。係啦，大部分嘅港員，例如你頭先頭揾温偉耀啊，已經好難得噶啦，係一個好香港嘅港員嚟噶，佢絕大部分佢係一個好港員嚟嘅。系啦，咪當然嗰啲唔係即係嚟自香港嘅港員，我哋都不能夠排除佢係一個好嘅港員啦，嚇係咪？即係曾金發啊，嚇霸維軍嗰啲，你都唔會話佢係一個差嘅港員啦。啊，演講技巧好噶，係啦，演講技巧好嘅。咁但係呢個嘅港九培靈研經會始終即係喺嗰個老化同埋即係信息嚟嘅呢方面係俾人近年係批評得係好犀利咁樣嘅。咁其实咧有一个嘅作者咧，即系我喺顺义八村见到啦。佢连咗呢两年咧，佢都每次参与完之后咧，都会写一个文章去分析，即系同埋解释翻究竟嗰个嘅培灵研经会嗰个嘅问题喺边一度咧。咁我就抄咗一篇佢喺上年所写嘅，叫做《再思港九培灵研经大会之公共性》啊。呢一位嘅作者英文名陳漢明咁樣啦 ，OK， 係啦，咁我就截錄咗部分嘅，咁或者係 Eric 幫我哋聲演啦，我又聲演係咪？聲演 ，OK 好，因為每一次節目都要聲演嘅，你聲演得好嘛？上次先冇，今次 OK 好似 OK， 你聲演得好嘛？今年在座位上有木西姑，就做到時白髮蒼蒼的老人家。結伴而來，我再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培靈會屬誰，為誰而設，多年以來所享有的名聲、大的資源，究竟可以如何為當下香港信仰群體運用得更好？神學上那是一個管家的職份，從頭到尾，從創始到成終，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於本質上理應就是一個 means of grace， 是說上帝福音香港的渠道器皿，倘若由此角度入手，每年會邀請什麼港員，事前要給他們什麼簡介或者是詳介，事後如何具體檢討，一連串檢之 issue 就不應該只是一個由一個俱樂部式的一小撮人來操控，
是不是应该差不多呢？继续继续啦，继续啊，继续啊，好长、啊。你读得好，你读好就继续读埋佢啦，一气呵成啦。作为领袖，就要时刻面向群众。道理是要作上帝无愧的仆人，上主的小仆。第一关就是要面向群众，用现代语言，那是牧养群羊之民主化，切忌拉上帝落水。作挡箭牌就自把自为，美其名是神呼召，感动我如此做，肩负这个重任，我焉不敢从。于我而言，那徒然只是特朗普之低层次，不靠谱。下一届第九十届了，人生九十古来稀，所躺若真的要承先启后，再挑选每年上台的人，不可能再局限于你是某要员之儿子。昨年就有人如此洋洋自得的介绍新面孔出来领师，啊，他是某君的儿子啊，真难得。他不知道那句话有多难听，难听与难得。不只是一线之差，差之毫微，谬之千里。最近我在思想旧约西番雅书与哈该书之异同，两位圣经人物相距百年，前者为贵族，却关心民间疾苦，疾恶如仇；后者是第一位被掳后回国的先知，锐意要尽速回复重建圣殿。翻查资料，其实圣殿根基于数年已做好，却迟迟没有再施工，历时16年之荒废期。主因，咦，佢好似写错咗，唔好意思啊，演译唔应该咁样挑战。主因是因，最有钱的人因着利益仍留在巴比伦。两位先知有一个很清晰的共通点。就是很到地落实地活在他们所处的年代及历史时空中，很有危机感 ，deep sense of immersion， 清楚知道什么是首要，什么是次要，愿意成为首要的，牺牲放下次要的，如人情，互相避免，表面的主内和谐，此。正是港九培灵研经大会所最缺乏的。嗯，好，唔该 ，Eric Kok 咁深情嘅演绎啊，深情，好深情演绎啊。咁啊 ，Oreo 啊，睇完呢篇文章之后有啲咩嘅睇法啊？你睇法觉得佢篇文好似讲到同有少少似福音落入咗福音盛会嗰、那个点讲咧？好似一个不思进取嘅阶段啊。不思进取的，因为他都讲到就好像好像没什么分别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有他讲到就是说有一个介绍，就是说这唱诗有个人是某个要员的仔啊，这样即我想我估不到其实一个研经不会讲这样的东西了。嗯，即其实服侍上帝其实不过都不是看你的你出身在哪里或者你有什么恩赐的嘛。但是我估不到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都叫做很多人去的一个讲道，或者是一个培灵会的时候你竟然讲这样的东西了。嗯，我讲这篇文呢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能够一针见血讲到究竟整个港九培灵研经大会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题目叫做再思港九培灵研经大会之公共性，而个重点就摆在公共性这三个字那里。嗯，他一个这么有历史，即是刚才提过90年历史，由广州去到香港的，经历过这个两次的世界大战的，其实兼且他那个的转播无论说由本地啊
亦都有海外啊，即甚至遠到去歐洲啊、澳洲啊、美加都有唔同華人嘅信徒嘅、啊。咁好明顯呢件事係有個公共性存在嘅，個意思即係一件大事嚟嘅。佢嘅信息唔係話淨向一小撮人啊嘛，即係唔係話淨喺啊樂堂會每一個禮拜嘅初一崇拜向翻嗰啊可能百零二百。个会众去所讲嘢嘛，佢信息讲紧每一年系向廿几万，26万。如果你计埋嗰个海外嗰个嘅转播、直播等等，可能讲紧系几十万人噶。咁好明显，佢系有一个公共性喺度啦，系重要啦。咁所以那个信息其实你真要谂清楚，你要讲啲咩嘢嘢嘛。你唔能够讲嗰个嘅题目系你今年讲嘅时候。我十年之前讲就得，我廿年之前再讲都仲得噶嘛，系唔可以咁样噶嘛？呢个就系港九培灵研经会俾人诟病得最犀利嗰个嘅地方，即系点解你唔能够去回应到当时此刻嗰个嘅世界所发生嘅嘢呢？你唔能够好似先知，即系头先所提过嗰两位先知咁样，对于当时佢哋嗰个亡国嘅，对于佢哋个国家嘅，对于佢哋嘅人民有嗰种嘅回应喺度咧？即系我觉得佢好能够呢、這个作者好能够讲到究竟成个港九培灵研经会嗰个嘅问题喺边一度啊？即系嗰样嘢就系脱离咗整个历史，脱离咗整个社会咁。你每年用成几百万、几百万唔系一个细嘅数字嚟噶嘛？讲紧系好多堂会可能一年总嘅开支嚟噶嘛，但系所讲嘅嘢九十年一日嘅可以，系呢个绝对你系亏负咗上帝，即系冇好好尽咗一个管家嘅职份去善用呢啲嘅职员咁样咯。你将佢呢个嘅平台就沦落为同你介绍啊，呢、這个就系今年阿边个仔啦，佢咧就今日为我哋大师，请大家俾啲掌声佢。变咗个冚嘅平台，咁我相信呢个就系大家对于港九培灵研经会嗰个最大嗰个嘅批判喺度啦，系咪啊？见阿 Eric 有啲嘢想讲嘛，系咪啊？唔系嘅，我想即系我觉得如果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即系点都好过嗰、那个。即系福音盛会啊，即系我就用佢嚟比较，我觉得用佢嚟比较，好似又睇低咗港九呢个圆培灵会，有啲睇低咗嘅系。咁都系嘅，都有少少侮辱性嘅，睇低咗。嗱，头先你问呢个问题好有意思嘅，我而家答你啦。如果两者之间咧，我宁愿嗰个港九培灵研经会就继续存在嘅。系，即系点解咧？所以头先讲咗好多嘢去分析，喂，好不济啦，非常之不济啦。嗯。但起码佢冇播毒啊嘛，即系起码佢冇播放一啲有毒嘅信息啊嘛，佢冇将呢个福音沦落为恨福音啊嘛，佢冇令到一啲真系入去里边想去即系慕道嘅人，以为咦原来决志送耶稣系唔需要悔改嘅，系一种非常之自我感觉良好嘅嘢嘅，即系起码佢冇做呢啲衰嘢啊嘛。所以虽然佢系离地港九培灵研经会，但起码冇害人先啦，系嘥钱嘅啫，我觉得。咁所以两者之间，我宁愿真系系啦，呢、這个嘅福音盛会就唔应该继续举办噶啦，真系。咁就港九培灵研经会就算数啦，我觉得。算数添啊！乜都几好喎，佢都几本土喎。香港九龙啫，好新界嘅，好本土啊，正字正确啊。唉，好啦，咁啊，仲有冇补充啊？我讲下我哋即系宣传系咪啊？系啦，需要人啦。好啊，好啊，咁你两个去帮手宣传下啦。Oreo，系好啊，交俾我。哎，我哋有招募主持同埋节目支援啊。点解中意招点解要招募主持呢？因为同你有关系，同我有关。我八月就录唔到音啊，成个月系咪啊？都三个礼拜啊，应该都有。提前预知知道声音有问题，再录唔到音啊？咁唔系啦，日日做啊。系啦，咁我哋本身人手已经唔够噶啦，咁啊 ，Eric 妈都唔知八月翻唔翻到嚟，咁而家 Oreo 又话八月唔得，咁所以我哋人手真系唉好短缺啊。咁所以大家听到可以帮手嘅就快啲登记啦。
或者登記啦。咁其次就係節目支援啦，我哋都需要有節目支援嘅。咁節目支援做啲乜嘢嘢啊？推下麥，跟住同埋剪片嗰啲啦。哦，咪剪片就另一個崗位嚟嘅，唔好嚇親啲人。同埋睇下大家時間咁樣啦，係咪啊？係啦，咁之後一啲可能配圖啊，一啲文字上面嘅後期工作啦，都係節目支援需要幫手嘅。咁仲有一項嘅宣傳咧，就講緊再下一個禮拜六呢個嘅露宿者探訪啦。咁Eric Call 你比較熟悉，俾你介紹啦。好啊，好啊，好啊！我呢度真係呼籲大家去呢個參與我哋門徒嘅呢一個露宿者嘅探訪啦。OK， 因為你去探訪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得著比你嘅付出多嘅。OK， 因為作為耶穌嘅門徒，咁耶穌去邊你就應該要去邊咯。OK， 咁耶穌一定係與嗰啲露宿者同在嘅啦。咁所以就去嗰度咧，其實係睇到耶穌嘅。OK， 咁貓低呀，同啲露宿者傾偈。咁當你可以愛佢嘅時候，你就可以確信你真係一個門徒啦。咁另一樣嘅宣佈咧，就係我哋嚟緊下一個禮拜六啦，21日就有第二次呢個月嘅港島區嘅露宿者探訪行動嘅，咁或者 Eric Cock 介紹一下。好啊，咁呢一個探訪咧，我哋就叫做門徒小隊啦。咁啊，點解係小隊咧？咁樣真係少，因為未曾大隊過，所以真係小隊。好啦，咁我係好建議大家去參加呢一個露宿者探訪行動啦，因為親身去感受一下露宿者嘅環境啦。OK， 咁同呢啲露宿者傾下偈啦，咁樣咁其實耶穌喺度嘅。OK， 咁我哋做門徒嘅話，咁樣梗係要去耶穌去嘅地方，咁就同翻呢啲人一齊去傾偈啦。OK， 咁即係作為耶穌嘅門徒，我諗去到呢啲有需要人嘅當中，俾佢哋感受，喂，原來佢唔係被遺棄嘅，咁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即係如果去一次，我相信你都會有得著嘅。咁去啦，去完之後有必要可以上嚟我哋呢個門徒公義就分享都得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想報名嘅，就去翻我哋網頁啦，就可以揾到嗰個嘅登記嘅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下次見到你哋啦。好，咁今日節目到此為止啦。咁Oreo 幫我哋有個結束嘅祈禱啊。哦，好啊，我哋一齐祈祷。七天父上帝，好感谢你帮我哋门徒事工都仲有一个机会去做尽我哋嘅所能咧，去做你去坚持嘅圣经公义，坚持嘅教导，俾我哋去实践呢个信仰。主啊，知道咧，而家我哋香港系比以前已经系富裕咗好多，物质都丰富咗好多。随住咁样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好大型嘅报道会，或者系一啲嘅呢个福音性嘅一啲嘅活动，但系系好大型啊！但系其实到底福音嘅意义，到底福音嘅嗰、那个真实性，其实可唔可以透过呢啲活动去传达到我哋有需要嘅人，或者系其他嘅市民嘅心入边咧？就求主咧，俾我哋咧在这些场合的时候都可以反省自己，重新去审视自己，其实怎样才是为止一个是一个跟随你 而行的一个仆人，怎样才是可以活出你 的真理，怎样在这个香港去实践你的教导，就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去学习你的话语，简单不如全祷告，奉基督之名祈求，阿门。